看呢，例题三，他说假设哈 ，v 不等于零，如果 v 等于零，就变成 x 等于多少数目嘛？那 x 等于多少数值的话，就等于 x 等于多少的话，就是千垂线。所以 v 不能等于零 ，v 如果等于零的话，就变成千垂线。好，他假设 v 不等于零，那 l 呢是这样的直线，他要你证明说哈，这条直线的斜率是 v 分之负 a 啊。好，那我们怎么证明呢？我们就在这条直线上随便取两点。这两点我分别叫做 S1Y1 跟 S2Y2。 那因为这两点是在直线上，所以这两点满足这个方程式，也就是说我先带第二点 AS2 加 VYM 加 C 等于，然后再带第一点 AS1 加 VYE 加 C 等于，大概一减，一减以后就变成 AS2 减 S1 加 BY2 减 Y1 就等于，那我们知道呢，直线上的这条直线的斜率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两个点，这是 S2 Y2 S1 Y1 斜率啊，斜率是这个除以这个，也就是斜率 M 等于 Y2 减 Y1 除以 S2 减 S1， 那这样等于多少？我就把这个东西把它给移过去了，那移过去的话变成多少呢？就 V 的 Y2 减 Y1 等于负的 A S2 减 S1， 然后把这个除过来，把 V 除过去，就得到 V 分之负 A，这样的话就得证了。